今天打游戏，没想到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的身上。这不是今天上班吗？看公司里没啥大事儿，就打算摸会儿鱼。合计呢自己打游戏无聊，于是乎就召集了一下队友，刚好就进来个好兄弟，什么也没想，直接就开始了游戏。好家伙呀，这哥们带我赢了一个下午啊！我一合计，这是个大腿呀、啊，于是乎我果断加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故事的开头一定是嘘寒问暖，毕竟这个好兄弟带我打了一个下午的游戏，而且他还跟我说他是国服第一马超，这个腿我必须抱住了。在我的墨迹之下，他终于发了他的位置，我定睛一看，这不就同城吗？想跟他线下交流一番，充当一下外卖小哥，我马上就付出了行动。应该是这儿吧，给他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你外卖到了，出来取一下呗。好，我现在下去。啊？我靠，咋是个女的？你好，是你的外卖吗？是我的外卖吗？国服地马超。金色的日落，怎么在冰线？